我是弟弟二兵洪承恩。我是哥哥上士洪君豪。二兵洪承恩，回来。我们是幻象兄弟二人组，我们负责幻象机、停机线维护工作。这份工作带给我跟弟弟稳定的生活，使得父母不再为我们三兄弟来操心。在工作上呢，每天都有我们细心的检查跟维护，让每位飞行员顺利的达成每批飞行任务。这就是我目前事业上最大的成就感。当幻象战机滑出机堡，向飞行员举手敬礼的那一刻，是成就飞行员训练安全最好的保证。飞行员将飞机安全起飞，平安回来落地，这是最骄傲的时刻，也是对地勤人员维护技术最大的肯定。但是各种行业呢，一定有不为人知辛苦的一面。在任务需求时，必须提早爬晚，在飞行任务两个半小时前实施例行性检查。承恩他目前还是个训员，也就是新训人员，会跟着对仗的在训教官完成专业的在职训练及地勤训练。经过教官及学长细心安排飞机维护专业训练，还有哥哥在旁的教导，累积最精实的修护技术，希望完训后取得专场合格证，成为优秀的飞机保姆一员。我目前是幻象机机工长，每天在任务飞行前要完成飞机所有的检查工作，确保飞行安全无虞。听我们空军流传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空战出英雄，地勤一般功，这就显示我们地勤人员的重要性。当然没有这些弟兄姐妹的付出与奉献，那么性能再好的战机，它也是无法升空去执行任务的。所以飞行员背后默默付出的英雄，就属于地勤人员了。我们兄弟三人现在在服志愿役，那我二弟在飞弹指挥部。其实我爸当兵的时候就有意愿说劝架留役，当时家庭的状况，妈妈希望他回家帮忙。现在我们三个兄弟有这个机会来当志愿役士兵，算是圆了他一个心愿。当初我儿子说要当志愿役，我就开始很紧张，就想说听到一些传言，反正就是不安。后来慢慢看他就是蛮稳定的，回到家什么都不用我烦恼，反正比较懂事，会关心我们。其实在军中反正变独立，又变得比较能够管理自己，让我们很放心。所以后来老二老三我们也觉得OK， 跟着哥哥的那个脚步都不用我们担心就是了。